哎，教学一下怎么变成彭于晏。第一步，把眼镜摘掉；第二，把这个双眼皮给它翻开；第三步，把下嘴唇绷紧；第四步，抬头纹。哇！彭于晏，你好！各位分身，我们是时候集结在一起，我们需要你，来吧！那么今天怎么从彭于晏变成梁朝伟？首先，先变成彭于晏，当然你们不用变了。然后彭于晏悲伤一点，再悲伤一点，然后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我相信。旁白哥报道：北京彭于晏四招明星脸，再来一秒又变梁朝伟。你喜欢我吗？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啊！还记得中国满地是轮吗？先来复习一下，走一个。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我有我有我，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我有我有我呀，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不让主子周杰伦专美于前，善于变脸的中国北京抖音网红乐阿基日前也成功复制了周杰伦的大明星小跟班。首先第一步，把眼镜摘下来，第二步，眼睛瞪大，第三步，笑，最后把这个东西叼上去之后就是点头。明察秋毫啊，刘畊宏真的很爱点头呢，他曾因为爱点头在自己婚礼点头撞到了小配吴宗宪。乐阿基破千万点阅定江山的则是学彭于晏。哎，教学一下怎么变成彭于晏。第一步，把眼镜摘掉；第二步，把这个双眼皮给它翻开；第三步，把下嘴唇绷紧；第四步，抬头纹。哇、wow! ！彭于晏，你好！各位分身，我们是时候集结在一起，我们需要你，来吧。那么今天怎么从彭于晏变成梁朝伟？首先，先变成彭于晏，当然你们不用变了。然后彭于晏悲伤一点，再悲伤一点，然后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我相信。I didn't get it. I was just in awe. 不是哥们儿，你要是这么诚实的话，必须连夜起来给你变一下。哎，他还被网友敲碗说神似某人。第二步，川字眉。第三步，鼻孔放大，最后嘴角向下组合。说是像 POP 有吗？怎么觉得有点像华仔啊？三立娱乐新闻一个人就可以演无间道了，报道。